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手游《战国 Go Go Go》。那这个游戏是由日本所制作的，然后好像是在前几天还是前几个月吧，我没有详细看清楚，然后才登陆台湾，然后它有繁体中文版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玩这个手机游戏吧。我是有上巴哈稍微看一下它的介绍跟玩家的心得，好像还算 OK 啦，所以我们来玩玩看。然后山挡封测符哦，这个是封测的哦，大家可以来玩看哦。封测的这是什么？红绿灯，我怎么看到红绿灯？这是怎样？两个一男一女被吸到了异时空、异空间这样吗？然后我听不太到声音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声音。哦，动画还算不错。哎呦，那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？那忍者吗？啊，就这样就救了女主角这样？他这有音乐吗？好像没有哎。正在读取游戏资源哦，部队名哦。嗯，我看看哦，就叫尼亚斯吧。每一款游戏都要叫尼亚斯一下。就是喜欢用自己的名字，怎么样？尼亚斯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吧。好，有了，创建。什么？最初的武将，敏捷超群，技力超群，攻击超群。后藤右卫用右兵卫，还有松，还有保科正军。我觉得应该要么最左边，要么最右边吧。我看一下哦，最左边是拿矛，最右边是拿剑，对不对？我喜欢拿剑的，那就选拿剑的好了。OK， 这应该是卡牌游戏啦，我猜测。真是帮了大忙了，作为感谢，暂时帮你介绍一下这个时代吧。我的，OK， 哎，点这个吗？这里是信州的上田呐、啊，哦，日本的地名哎。最近这附近有野武士出没，什么叫做野武士？怪物吗？要多加小心哦。刚说到这就真的出来了啊。然后我有开电风扇，可能会有一点风声有点大。OK， 然后他就要点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我是拿，哎，太快了吧，干得不错哦。然后获得经验值跟铜钱。啊，叉叉，太快了吧！刚砍一下就死了。一个人旅行时呢，在城下町找些武将当同伴怎么样啊？募集，然后再点他是吗？哦，女的、欸，美浓的腹蛇是吗？然后织田信长的正室。我的确认，叉叉部队点击出阵，叉叉，野府是这样念吗？他这个应该是自动的攻击系统啊，不过我个人觉得啦，他的那个就是绘师，就是画这些图的画的还不错。虽然说那个游玩方式有点太过简单的感觉。对啦，那掉下了什么东西？然后他也会有战利品啊，所以说。每个武将都可以装备武器就对了。叉叉，道具，嗯，哦，村民的礼物，礼包就对了。哇哦，好多东西啊，看不到。叉叉，什么？这一点呢，没准会找到什么线索呢？旅行啊。所以说他就是要一直
攻打打怪就对了。不过我是觉得真的啦，这个画面做得还不错，比起那些就是单纯就是用几张卡看他的那个样子，就是卡片的样子，然后用卡片攻击卡片，而且攻击的方式都是棒棒的那一种。我觉得相对于这款游戏来讲，它做的会比那个动作的方面比较精致一点。然后虽然说它的方式还是只是自动化的卡牌攻击，不过，其他方面如果是真的要玩卡牌游戏的话，我可能会选这款游戏，选那种一看就是一张卡片，然后完全没有人物，那个人物不会动，只有卡片会动而已。然后卡片动个脸，它就算攻击敌人这样，或是被敌人攻击这样。我觉得这样反而是有点枯燥乏味。哦，这个是战力57，这个可以装备吗？哎，这可以装备在他身上吗？哎，对，这个装备在他身上好了。有了，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技能是吗？哦，所以我可以强化他的技能。然后我稍微看一下，哎，好快就可以自由移动了。骏河。目前不在这个战场中哦，所以说他这几个都是地图就对了。我可以打到我，哎，这也太多了吧？我等一下，可以有办法拉到底吗？哎，有哎，这个是我看一下，这看起来好像很强哦。呵呵，然后城下町有惊叹号，看一下可以按什么？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按了啊，杂货店吗？密银钥匙要30的这个金币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有105个啦。不要乱慌，我看一下技能。这个是全体的啊，全体的技能。啊，我不太懂哎。所以说，它这个技能是全部人都可以使用，是吗？将人类强化为炸弹落入敌阵，强发动率极小。哦，它这个是自动的，然后拉回来，我们看一下任务：一天两餐，在居酒屋吃2次饭。居酒屋？哪里有居酒屋啊？我只有看到5道场。这边有居酒屋吗？没有啊。居酒屋在哪里？我看一下啊。哎，为什么我的主将变女生？来换一下，不是这个，应该是部队部分。主将，这个主将放在最前面，然后这个放在旁边好了。然后噬魂是什么东西？御魂啊，讲错。装备哦，我们有一个头带，来装备一下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怎么装备啊？装备，点它，有断制跟出售而已啊，不能装备啊。强化，它到底能不能装备啊？还是说我要点武将才可以装备？啊，有了，应该可以。啊，这是头巾，有了，装备，yes。然后他说要去吃什么饭？我看一下在哪里，这应该只是单纯活动啦。有什么？这个应该是可以直接传送我们去的啦。要去居酒屋吃饭，哎，这么快就跳到居酒屋了。时间结束，时间结束哦。这个，他要在规定时间内吃哦，好麻烦哦。啊，这个每天的作战哦，这个要。进行20次，然后争夺碎片没有，募集一次武将还没，啊，还有图鉴哦，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到有图鉴，这里，感觉是一款蛮多卡片的游戏哦，都卡片游戏了，还少卡片这样吗？不太可能啊。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啊？5道场看一下哦，7等才可以开放道具箱。使用之后献给仙人之后，经验值会变成2倍。使用之后改变装备的品质，
使用之后，冥想密孔的属性会发生改变，可以得到继承素材经验的 80%。好复杂哦。然后哦，它这边有各种网站啊，这大家自己去看看就。再来，战报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好友没有？这种应该不会一直玩啊，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大家，算还不错啦，就是那个，他每过几关就可以领取那个东西，可以掠夺啊，掠夺是干嘛？啊，舍弃的心，舍弃的心，啊，这用来干嘛的？好吧，我看不懂，不要乱用啊，不然等一下打输这样。好，继续吧，我来喝一下水。其实我觉得他初期啊，就是基本上不太需要担心，就是让他一直打就对了，然后看他怎么打这样。不过我觉得他的那个，有技能，赞，赞。不过觉得赢了，我才在想说这次怎么还没死，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感谢你出手相救，真想现在立刻给你向你报恩答谢，但是我得先去找我的老婆。这明明看起来就像女的啊。现在的年号是22年，南蛮人。肥钱什么东东？肥钱的人，不懂。什么是肥钱的人啊？我不太懂。好，我不太懂他这个剧情，有点超展开。然后，新 Max 奖励那什么东西啊？然后这个为什么会有五分之四的意思啊？杂鱼，我可以跟他打赢了，确认，可以出阵的人数上升一哦，部队等级就是你自己的等级啦，然后等级上升，可能你可以出阵的人就会加一，然后武将的等级上限就增加，还有强化等级上限也会增加，然后他也会给你金条跟银币吧，这个应该是这样讲吧。LV up 奖励小胖跟特点级别奖励在等待着你，不要忘记领取哦。Go， 哪里啊？惠儿啊，这个吗？这个啊，应该是未领取啊，所以这个好，所以他这个level up 的东西有点像是那个成就系统啦。然后这边什么纯白的伞，这也是武器是吗？我看一下让哪一个人啊，让他拿一下好了，更换这个有比较强吗？等一下，让我看。有比较强有比较强OK。然后，这个是怎样？可以打，还可以打三次的意思吗？这个食用可以干嘛？吃掉了百珍关东煮，这可以干嘛？我不懂啊，那怎么都没有详细介绍啊？还是说吃掉那个可以补体力啊？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体力啊，上面的 SP 跟 ST 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然后我的主将怎么又变了？为什么我的主将又变了啊？我的主将要怎么改啊？这样子吗？不对啊，我要怎么改主将？武将，对啊，为什么我的主将是女生？我不喜欢。我可以把它移过来吗？不行。这样子呢？这样子，
不行，她还是女生。好，算了，不管她了，继续打吧。川中岛，加油！哎 暴击耶，一刀就死人，是怎样啊？那不用玩啦，哦，破音，那不用玩啦，就直接破关就好啦，就直接破关就好啦，还玩什么？冲啊！哦，又赢了，我不懂啊，太容易了吧？哦，技能。不过我是真的衷心觉得这个游戏它的图真的画得还不错啦，人物也画得还不错啦，但是游玩方式我不太习惯啦，对吧？我看再回去看一下这个到底是，应该是还可以打三次的意思啊。然后合成到底是合成什么？哎，我们好像有得到新的道具，装备一下。不不不，我们先要选武将，然后这个衣服给它装备起来。然后这边没有东西，鞋子没有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技能是吗？这个嘞？哦，还有一个头巾。哎，我是把另外一个的头巾给拆下来。哦，对对对，好啦，一人一个，这样才不会吵架。OK，那继续打吧。领取，什么？楠木宝箱，所以说这个可以开咯，道具，道具在哪里？道具箱，哦，有了，都要找一下。有了，使用。啊，还要楠木钥匙啊！楠木钥匙要多少钱？那个商城在哪里啊？我的天呐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哦，对，杂货店，楠木钥匙，这个只要10块钱，好，来买一下。OK，小判啊，那个黄金的东西叫小判，道具箱，然后我们来。解开它，看有什么东西。契合拳，前往装备。我们可以装备那个技能了。等等等等，我想要装在这个武将身上。啊，这个哦，我有2个技能哎。这个装这个好了，然后另外一个装，哎，不对不对，按错了，我要装那个啦。这个，OK，然后另外一个角色他装那个拳头的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技能，没有了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新技能有什么用。它是自动发动对吧？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头像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哦，应该是告知我们他是换谁攻击了啊。不过。刚用的技能还是原本的技能？什么时候才会用新技能啊？哦，暴击耶！哦，刚刚那个血喷出来，感觉做得还不错。继续继续，追杀女性什么东东啊？哦，是没网路了吗？哦，有有有。哦，有3个人了这一次，而且其中一个好像是 BOSS。哎、欸，这个 boss 也太好打了吧！打2下就死了，太夸张了。获得武将魂的碎片，这应该也是用来那个的。出阵武将越多，实力就越强。注意看一下，现在可以派出几个武将吧？我现在可以派3个啊，我现在还缺一个武将，可能要等啊。看一下能不能募集武将，免费的。没有哎、欸，这些都要钱。他好像有说每天可以募集一个武将啊。然后我们继续吧。哎，武道场哦，7等，我们现在才4等。然后任务的部分呢、啊，看一下这个快可以解完了。
然后其他要很久。哎，可以领取了，木宝箱关闭。哎，我刚刚是领取到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哦。嗯，没有啊。我是不是领取到一个武将啊？哎，我刚刚是领取到什么东西？没有注意看。哦，哎，难不成是装备吗？我这边有一个竹青之枪，还没有装备。其他都有装备，所以说我刚刚到底是拿到什么，我也没有注意。算了，管他了，继续打。这边又有一个 BOSS，而且看起来是女生。不要再突然说什么我要找老婆了，吓到我。我想说，哎，刚刚那个明明看起来像女生，怎么会讲说我要找老婆嘞？战国时代应该不会有那个同性恋这种东西吧？比较少吧。这么多人合伙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孩子，你们简直太烂了！欺负你在说什么？这孩子是我们的公主啊！倒是你，快点离开公主啊！咦咦咦！喂，别拉着我们公主的手了，快点放开！我还以为你们是在嫉妒少女的美貌呢。这无礼之徒，公主大人，别再玩耍了，快离开这个无礼之徒！丢到那边的河沟去，啊 无言，这到底是什么神展开啦？喂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奖励，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用来做什么，我们先不吃啊。这到底是什么游戏啊？天哪，不对，我应该要这样问，这到底是什么剧情啊？我只知道突然哦，我就突然那个回到了战国时代，然后。就突然开始攻击敌人了，然后就踏上了未知的旅程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武将首次打开冥想密孔，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？精进心哦，所以说这有点类似他的特殊的特殊的技能是吗？被动技能啊。就是可以加一些点数，像这里记忆力加9有没有？哎，这是干嘛？哦，可以换看另外一个人物啦。哦，好。哎，这个打过了吗？第二关，打一打。鸟居，也是砍一刀就死啦，喂！快，这到底？好吧。他还在封测，所以说应该单纯只是所以才会这么强啊。通常对啦，通常在通攻封测的游戏或攻测的游戏的时候，通常就是主角都还蛮强的，而不是主角啊，就是玩家都会让玩家用比较强的东西啊，应该是这样。我的猜测啦，哎，这边要楼顶，好，boss，这应该就是男的了吧？这看起来应该不是女的，虽然是长头发。不过那个这边讲一下，日本的武士啊，以前好像都还蛮喜欢留长头发的。可是刚刚那个看起来就像女生啊。又拿到一个宝箱了，再下一关，再喝个水啊。话说，我觉得后面那两个戴帽子的。感觉好像在吹纸笛啊，还是说他们是在吹笛子啊？我也不太懂。诶，这个地图好像关卡比较多哦。然后我们看到了三个和尚的样子，不过一样是打一刀就死了，砍一刀就死了。那这太快了吧？六等了，强化，哪里有强化？他刚刚叫我强化，关卡已解锁，啊，他叫我强化技能是不是？哦，有，这个是毒蛇缠住敌方的脖子，发动率大，强化，还要选择技能才能强化哦，那算了，我技能想留着，看一下哦，哦，这个是体力啦，黄色的是体力。
蓝色的是精力，那精力是干嘛用的？没有什么讲，我只知道突然就这边有一个黄色，有没有？我只知道突然我就飞到了战国时代，然后就开始攻击了，这样。下方还有那个各种，有没有看到？下方有铜钱、小判、武将跟出阵，有没有？然后铜钱40000多，这样算多还是少？算多了吧。我看一下杂货店有没有可以用铜钱买东西的，没有。福袋嘞？福袋0块钱购买。点击封册开战包，看一下。好酷哦！封册开战包，这个吗？不对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有了有了。小判150个，还有关东煮，还有咖啡，还有忘却之壶，送的东西好多，封册还不错嘛。趁封册赶快来玩。我们现在打到这一张了吗？然后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，我们还要再打22张地图才会破完这个游戏，好长哦，天哪！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时光就差不多先到这里了，因为打剩下的应该就是打打打，然后练等这样了。然后至于合成的部分，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合成，因为我也才刚加入这款游戏嘛，应该点这个吗？我要有碎片哦。那这是什么？是每一关的那个卡片我可以掠夺，是这样吗？好，我掠夺看看好了，掠夺这个。好，没有啊，这应该是可以抢劫它啦。好，试试看。哦，感觉我比较强咯，感觉我比较强咯，赞赞赞！差点死。有机会赢，有机会赢，要赢了，要赢了 ，yes。好，有什么稀有的道具吗？得到一个静当碎片，还差一点就可以合成了。我再打一关就哦，我懂意思了。这个就是可以合成这个镜铛啊，这个镜铛是干嘛？哦，膝盖鞋子的部分啊，类似膝盖的护脚之类的东西吧。所以说它这个合成的部分可以靠掠夺残片掠夺来那个拿到道具之后，你就可以合成装备了。所以也还算不错啦。不用，就是单单打这个地图才可以获得道具啊。武道场嘞，我还差一等哎。再打一张地图，看有没有办法升到7等。希望可以啦。等吧。有了，死了。看一下经验值。可以招募，不要忘记给武将穿上装备品。等一下，他说什么可以招募？我看一下，招募没有啊？我没有看到啊。今天的免费次哦，这边有这边有一个免费次数。哦，武士感觉哦，小野道好还是鱼？字看不太清楚，应该是好吧。OK， 然后这边还有5次募集，看看。这个看起来帅，这个看起来帅，3级丰盛。没了吗？他不是说可以5次？应该有时间限制啊。那我们再来打一关，看看这几只啊？不对，我们要部队要先，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出阵3人嘛，我们出阵这个好了。然后级别是 C 耶，为什么级别比旁边那个低，可是比旁边那个帅啊？是怎么回事？好，看一下啊。强袭？他怎么站在原地就可以砍人了？
这是怎么搞的？他有没有看到他站在原地砍人呢？太夸张了！你是怎么了？你会瞬移吗？怎么了？哦，没有，他应该是网路不稳在跑。任务完成了。酷哎，领取个十百千万十万铜钱呢！哇，变成有钱人了，可是不知道要花去哪里。有钱可是不能花，应该说没地方花、啊，真是太烦恼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对，那就是如果你觉得我影片啊不错，不管是什么影片，你如果真的觉得不错的话，就是可以来下载这个游戏来一玩，当赞助我这样子。就是如果你下载这款游戏的话，就是我载点会放在影片下方完整资讯。你下载这款游戏之后呢，打开来稍微玩一下之后呢，我就会获得一些那个游戏广告厂商的那个钱啊，这样子就是算是变相的赞助了。反正你下载也不用花钱嘛，对不对？玩一玩哦，不错这样子，或是说玩一玩觉得不好玩再删掉就好了。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赞助，我觉得我的影片不错，想要就是支持我一下，就可以下载这款游戏来玩，或是下载我以前推荐的手机游戏哦，就是基本上我玩的我有录的手机游戏都会有就是广告商的部分，你们就可以下载来玩这样，然后当做赞助我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个喜欢是订阅啊。如果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次元巨蛋的粉丝按个赞，或是看一下其他团队的有趣实况。那我是尼亚斯，记得来尼亚斯的粉丝按个赞，或是看一下我的个人实况排真表哦。那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